问一下慈儿不懂事的事情吗？我已经正式辞这个儿盟的董事了，所以民进党不要再转移焦点哈。下礼拜一大家好好的讨论社会安全网的疏漏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整顿社会安全网。谢谢大家。为什么今天周瑞来谈才可以真正做到利益回避？要做到断尾求生，会觉得没有做到利益回避吗？请教一下委员，因为昨天您有特别在脸书有提到说，这个王玉明委员他今天决定，昨天有po文说今天要辞董事，那您是不是觉得说他好像并没有做到真的做到的利益回避这件事情？有关王玉明委员的在儿虐事件，他有没有发挥他的儿福专业这件事情，那我要非常清楚的来表达我们的遗憾。王玉明委员，你要做的是回避，而不是逃避。王玉敏过去能够以社福专业获得国民党的提名，那连任过也担任过多届的立法委员，那现在他居然在他该发挥专业的时候他选择弃船，选择跳船。所以王玉敏他靠社福经历当上立委，但是他现在却辞去儿盟的董事，为了保住他的立委。所以说一旦出事了就把你的儿福专业甩在一边，一旦出包了就把孩子的权益给丢了吗？这是一种逃之夭夭，一种断尾求生的政治动作，这不是真心诚意的要跟儿童福利站在一起。